叔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见你在家被生起来暖了，因为过年的时候常常不是好几年重复，对，就是爱最对于除夕吃到初七，所以两种都很深，你知道不？最主要咱较早传统阿公阿嬷的观念就是讲，袂当吃到吃了了。好，那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料理呢？冬菜鸭。咱今日这个鸭吧，我甲一碗汤，这个汤就是咱杀鸭。你起来，这个鸭汤来，我这嘛先传一块这个鱼盘，啊，传一块这个碎碟碗吼，来啊，观众朋友看我安怎处理哦吼。这嘛，咱这石锅，好，妈妈注意看吼，咱这石锅中啊只吼，肉里头简单啊，那个粗火开起来吼。还会连骨头吗？啊，骨头卖人，咱骨头甲切掉就好啊。啊，骨头咱即马咱黏伊哦，骨甲回到汤诶内底吼，放一下汤，骨互伊较有味咧。规家拢全吧。哇，好。来，妈妈，咱注意看，这正经真简单啦。来啊，咱即马只边啊骨，咱只骨一寡起来吧，咱弄个料好清气。啊，咱就正。就化开之后用湿的就很清楚。对对，因为伊是浸湿以后，伊就完全拢离吧嘛。对。吼，啊，你譬如讲咱只边啊骨只一块迄啰摇来吧，有无？好，咱赶快咱先简单咱甲尿起吼。尿起以后，安尼就好啊。来，我这骨啊骨坑个加底骨坑都转来。来，啊，即马骨来就是这个。最重要是这个汤的感觉。对，这种重要是这个鸭肉汤的感觉。爱有出来，爱有出来啦。啊，这个肉吼，因为咱骨头拢出掉了嘛，所以讲咱煮冬菜味甲灌倒入来的时阵吼，比较容易啦。伊真紧就烧啊啦，伊真紧就烧啊。来啊，这么这个骨啊，这大块，我剁较碎点，让妈妈注意看吼。剁的时候用刀仔尾剁吼。对，用刀仔尾吼，剁较袂起哦。好阿玲吼，所以冻吧嘛，现在有一个撇布。对啦，阿舅妈家长阿尾吼，先放长啊，长阿尾，就从个芹菜煮啊，咱个吊碟面顶。一般都是葱绿放上面，可是煮汤的时候是要葱白。不要，我们这里头用整个的靠皮啦，啊靠皮，这长啊浸点阿爸汤来对吼，也靠靠固诶，嘿，都加靠有冻头浸啦。好啊，咱即马伫来对，我火开大了后，咱淡薄油就好，无烧油，咱是要煮汤的哦吼。啊，我阿姑来来对，炒的油会炒出来。哇，这个剥这个鸭骨啦，鸭骨啊，长啊，对，啊，但是这拢要离掉的啦，嘿，这拢要离掉的，对，这拢要离掉的吼，咱就炒好汤，连这个汤俩，我用这个皮嘞，对啊，啊，这个皮会较嫩啦，所以讲我无捞起来啦吼，放起来底啊，这下肉拢嫩的哦吼，好，啊，这嘛咱这汤哦，变一点嘛都好啊。咸了一点嘛，就好，那袂拢落。水煮汤，咱水煮你这时阵，我是要爱迄个冬菜汤啦。煮阿古拉汤摕来滴啊，冬菜汤安尼吼，啊这什么咸拢唔好放吼。后来啊，咱煮这个冬菜。冬菜。妈妈，我注意看吼，用清水洗给我来，这足够刷的哦。冬菜吃吗？啊？冬菜嘛，要好。别吃。但是我即马贵个拢可以。啊，咱通常对这个冬菜的看法，就是真侪人有当时啊。譬如讲，咱伫咧路边食迄啰冬粉鱼丸汤啦，有无？伊拢两粒仔吊味尔，吼，安尼就足香。但是咱为着要让伊规个冬菜走伫个即个汤个内底，我内面再煮只汤甲灌对肉内底落去，让伊肉完全食着咱即个冬菜的口气安尼。啊，我大骨我会顶掉，但是冬菜以后搁伫个食啦。咱拢卖掺咸吼。因为冬菜有咸嘛。我即马予伊留啊小空一下吼。要空偌久？前几两三分啊就好啊。这个时候切入。咱这个时阵来，妈妈，咱注意看吼，我即马只传一块盘吼。即马首先咯，像咱这个鸭形啊较水的吼，拢放在面顶，规只较完整的咱拢放在面顶摆吼。较无迄款的，咱就甲切切的吼。无人食鸭肉汤，食到咱这这么优秀，真的。这腿啊吼，一般嘛一只骨头，一只大腿啊在。对啦，但是内底无会好食味啊。
咱安尼好些啊吼，规盘的鸭肉不再甲摆倒转来。哦，啊，因为内底无骨啦嘛，所以无骨的时阵会变成安怎咧？伊真紧就烧啊啦。安尼是不是有敢那亲像一盘白切鸭肉同款？嗯，哦，真高雅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我即摆用这个碗甲盖咧。哦，先做安尼盖，并起来。来，咱即摆来看。香哦，嗯，今晚我吃。那姐姐搬嘛？好好来，我做骨头敲起来吼。咱这你讲今晚才咸着，唔免烦恼哦。咱连面吼，这拢正。哦，对啊，个青蛙拢好做吧？嘿，啊，咱这汤是无够。现在无够咸嘛，袂用诶。嘿，啊，咱今晚上重要就是讲，我因为这么咸，盐的这个渗透压吼。可以规个走伫个内底时阵，嘿，伊会走入来嘛？嘿，啊，外口可以切。对，啊，我连面吼，连面切规个汤的量咧，规个汤的量会安怎咧？伊过来强度入来，就煮煮啊好啊。哦，妈妈，咱即马出去看吼。嗯。刚才长阿伯烹咱只鸭肉汤。哇，哇塞，这鸭肉就吸满了那个冬菜的高汤。对。有无？好，安尼就好些啊！吼，还好嘞，嘿，嘟嘟还好吼。来，我即马咱甲放个冷藏内底，再小切一下。是。啊，因为咱这汤烧呀嘛吼，所以即马放个内底再切的时阵哦，蒸汽唔免介大。嗯。咱五分钟就好啊。好了，我们稍等一下，五分钟。好，来。哦，吹好啊哦。哇。规个拢发啦，对啊，发起来，嘿，规个拢发啦，都无遐发的，对啊，啊因为伊规个味拢出来嘛，吼，咱即马安尼，我妈妈会记的吼，我本来是要直接手捧，我今仔教歹囡仔大细啦，所以讲也是乖乖吼，我咱挂手笼较安全，啊，即马拿这支锅铲咧，放一个底咧，哦，哇，你看那个浓的，有那个鸭肉的味道，对不？规个鸭肉味拢出来，刚才咸都拢出来啊。哦，啊这好来，不来啊，这么碗来，碗来，看你看的哈，嗯，一二三，哎，好来，我这么来，你敢很亏啊？嗯，你晒没？哇，水，你看鸭皮拢蓬起来。咱即马要请人客，安尼出来唔再台风。对。来，即马这芹菜个炒肉吼。香味。对，规个放落来。哦。啊，即马汤个面顶吼，咱上淡薄胡椒粉，安尼吼，妈妈会记个哦。嗯。哦。好。烧酒咱淋个鸭肉面顶，安尼就好啊，唔好掺个汤个。哦。香油滴两滴啊，卖伤济。哦。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咱妈妈最好唔好向红个签落去吼，你向红个签落去，把规个拢散起来。再来个小起一下。小起一下吼。哦。哇，超赞的一碗汤，好鲜美哦！来来来，试吃。哇，那里面含水量是高的，哦，那 juicy。对啊。嗯，好嫩哦，哦，很嫩哎，好假。嗯。嗯，我再喝一口这汤。哇，没有想到那个鸭的胸肉可以这么嫩。好，就是煮汤这样子，对吧？嗯，我咱大多咧炊的时候，不是完全咧炊啦，嗯，刚才是烧咧，对啊，完全入味啊，对，啊，你讲你食到阿雄啊，你有去想到讲叫你弄无？哇，真的好软，而且很绵咧，袂香。对，七块买药喽，加倍升吧，谢谢。